越南吸引外资继续呈现积极趋势。2024年5月调整和增资资金创2024年初以来新高，其中1227个新项目投资额达 79.4 亿美元，投资资金和项目数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0.8% 和 27.5%， 调整增资资金达 20.8 亿美元，同比下降 8.7%。 这是令人欣喜的数字，表明越南依然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。今年前5月，新加坡在对越南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中稳坐宝座，投资额近 32.5 亿美元，占投资总额的 29.3%， 较2023年同期增长 28.2%。 其次是中国香港、日本、中国大陆和韩国，这五个合作伙伴占全国新签投资项目的 73%， 占全国注册投资总额的 73.5%。 虽然新加坡在注册资金方面领先，但在新增投资项目数量方面，中国是领先的合作伙伴，占比 28.3%。 今年前5月，中国在越南的新项目347个，调整资金项目55次，融资和购买股份项目172次，注册资本总额 11.26 亿美元，在对越进行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位居第四位。